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四月四日清明节晚上的六点，美国已经突破了31,758，治愈了14,680，死亡了8,476，加拿大是13,874，治愈了2,577，死亡了232，纽约是113,833，死亡了3,565，新泽西是34,124，死亡了846，密西根是14,225，死亡了540，加利福尼亚是13,781，死亡了321，马赛诸塞11,736，死亡了216，路易斯安那12,496，死亡了409，佛罗里达11,545，死亡了195，伊利诺伊10,357，死亡了244，宾夕法尼亚10,444，死亡了136，华盛顿州7,255，死亡了315，德克萨斯州6,697，死亡了117，乔治亚6,383，死亡208。康涅狄格5,276，死亡165，科罗拉多4,565，死亡126，印第安纳3,953，死亡116，俄亥俄3,739，死亡102，马里兰州3,125，死亡54，天拿西3,322，死亡50，北卡罗莱纳2,507，死亡34，密苏里2,310，死亡33。威斯康辛2,128，死亡60，弗吉尼亚2,407，死亡52，亚利桑那2,019，死亡52，内华达1,742，死亡40，南卡罗莱纳1,917，死亡40，阿拉巴马1,614，死亡44，密西西比1,455，死亡35，犹他1,429，死亡8，爱达荷1,022，死亡10，俄克拉哈马1,161，死亡42，俄勒冈899，死亡22，肯塔基917，死亡40，明尼苏达865，死亡24，华盛顿特区902，死亡21，阿肯色州743，死亡14，罗德岛806，死亡17，爱荷华787，死亡14，堪萨斯698，死亡21，新罕布什尔540，死亡7，新墨西哥543，死亡11，波多黎各452，死亡18，特拉华593，死亡14，缅因456，死亡10，福蒙特461，死亡20，夏威夷哈瓦伊351，死亡3，内布拉斯加321，死亡6，蒙达拿281，死亡6，纳瓦霍印第安保留地241，死亡7，西弗吉尼亚282，死亡2，南德克塔212，死亡2，北德克塔186，死亡3，怀俄明187，死亡0，阿拉斯加171，死亡5，至尊公主号103，死亡3，关岛93，死亡4，钻石公主号49，死亡0，指美国啊，美属维京群岛40，死亡0，北马里亚纳群岛8，死亡1，武汉撤侨4，死亡0。这次现在是美国国务院正在撤侨呢，在全球范围内撤侨，所以是四出有因呐、啊。这其中必有什么事儿啊？这是美国230年以来又出现这一次大规模撤侨，而是全球。现在美国已经死了31万多，美国公民待在国外比那个待在美国更强，难道会有其他的动作吗？现在有很多那个评论员认为是战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大家都必须要思考一下美国究竟现在要做什么，而且听那个 CDC 现在终于是要美国人民去戴上布口罩了，那医用口罩还是留给医生了，然后那个医生护士就哭诉着自己没有受到保护，自己都在崩溃的边缘，
在讲讲讲讲讲讲的让人心碎啊。所以美国是到了危险的时候啊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看着数字是心惊肉跳。在纽约的，说说纽约的情况，在加州的圣何塞的说入室抢劫，华人入室抢劫，然后还有在美国的其他州的说是盗窃，被盗了。所以一遇到这个乱了，最重要的还是人呐，病毒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还是人。人这方面要是防不住的话，确实会受到很大的伤害，财产也没有了，然后人的受到了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担惊受怕呀，一种惊吓呀。现在练那个不常发朋友圈的人都开始发朋友圈了，为啥？因为国内天天给他打电话问候，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，发朋友圈就是给他的亲朋好友报平安。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，现在你看美国到处都是，而且有一个就是网友他在分享视频，他说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他说他的邻居确诊了，男的已经送医院了，女的在家休养，他戴着口罩，他在直播，他的老公老美不戴口罩，他是华人不戴口罩，还是这种状况。所以就是比尔盖茨说的，就是强制的居家隔离，特别是在严重的疫区。现在纽约现在变成一个纽约州长就说纽约已经破产了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粉丝炉了。然后特朗普说去看了医院，他没想到那医院的那个停尸房要增建扩建45个临时的停尸房，尸体都停不下，所以那是人间炼狱啊。始终你要爱他就送他去纽约，因为那里是天堂，你要恨他就送他去纽约，因为那里是地狱。现在纽约就是在地狱上面。 BBC 揭露了就是说美国政府在这次抗疫中的缺失，第一个是医疗资源供应短缺，第二个是迟来的全面性检测，这个还没有做到，第三个就是特朗普说辞反复矛盾了，第四就是防疫宣传措施不力，防疫宣传措施不力。今天说那个纽约上午的时候，纽约州州长说他从那个马云还有另外的人那里得到了1000多台那个呼吸机。然后今天下午特朗普在开记者会，这几天的记者会听着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啊。他的医生也是，就是那个防疫那个医生，那个第一个男戴眼镜，他是比较着急，他觉得应该那个特朗普一直强调要复工复工复工，唯一说的说那个纽约州那个1000多台那个呼吸机是我朋友，后来确认是马云嘛，就是马云捐了，我们给马云点个赞嘛。现在这个新冠病毒是人类的公敌啊，必须是中美合作，全世界去合作，欧亚美澳非这些都得合作，合作才能救啊，不救的话就形成一个大的那个瘟疫啊，几十亿甚至20亿、30亿人会去感染这种，特别是非洲印度很多地方没有那种医疗条件，确实是让人忧心呢。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你的点赞和评论我会及时回复大家，谢谢。这是我在怀俄明州卡斯帕给大家带来的报道，谢谢，祝福海内外的朋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安扎西德勒，拜拜。